谢谢大家参加我们今天的圣诞活动，这是我们今年的最后一次月历会了。谢谢大家的照顾，我们台湾妇女会，我相信每一个会员都玩得很开心。为我们讲几句话啦。谢谢。陈会长、陈侨务顾问、朱副处长，还有我们各位乡亲好朋友啊，大家好，大家圣诞快乐！今天真的是非常很难得啊，我想对于很多很多北半球人来讲，他都想象不到，我们在阳光普照之下，用烤肉的方式来庆祝我们圣诞节。不过 anyhow， 我们在这个地方，大家都很幸运啊，台湾妇女会在这过几年来啊，办了这么多非常非常能够凝聚乡情的这种活动，我们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，以我们的陈会长感到非常的光荣。好，所以今天我趁着机会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新年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支持。那在这边祝福大家圣诞节快乐，身体健康，平安如意，谢谢。谢谢。那我们有一点小小的礼物啊，要送给我们的周副处长，感谢他多年以来对我们台湾妇女会的照顾，真的很甘心啊，谢谢。他为我们台湾妇女会还有我们所有侨界都非常非常的照顾，也做了很多帮助我们很多乡亲在这边很多事情，所以呢，在这边我深深的感谢我们的专注在这边对我们的感谢跟付出，谢谢，也照顾我们台湾妇女会。我们今天非常荣幸，那我们21号会在一次看这么多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谢谢这边农贸山花叶，对呀、啊，这自己剪，很有长大，这自己剪，没有，我要带冰杯，来用这个装就好了，用这个装呢就比较简单。微微的风带着小小雨滴，你美美的笑，你可爱模样，一点点都不会忘记。你给的爱像蓝蓝的海，有你的爱充满了色彩。成微笑。